男配的新枪我来测，免费的三连点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枪穿云，今天我们要评测的枪是削弱之后的 M13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枪械测试环节。M13 的弹道多成垂直后座，一点点水平后座，是为数不多一把射速快、控枪容易的枪械。从弹道方面，我可以知道这把枪是很适合新手的。M13 在20米内也可以做到稳定的五枪致死，而且命中头部一枪是可以四枪带走敌人的。到23米开始伤害衰减，变成六枪致死。我们可以适当加一些射程来弥补伤害低的弱势。枪管选择重型长枪管，枪托选择无枪托，雷射选择欧我操战术雷射，弹夹选择40发弹夹，最后带上一个红点。然后让我们进入实战。这局充分让我知道了什么叫配的好就是挂。本来这就是掉线的，结果回来就窜出两个人。注意这个拿狙的全程笑点，这边又给他偷了，开始破防了。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好了，这一波常规操作，结果他突然窜出来，开始说我是透了，那这一波也是透吗？上 BGM。等一下，先别急着划走，祝4月28日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。好了，划走吧。